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啦，哦，这是一个圆内接四边形，好，然后角 A 这是60度啦，然后这两个角都是90度，然后 AD 等于3，好 ，AD 是3啦，那 CD 这是2，他要求 BC 的长度啦，那这怎么做哈？我就给他延长。延长以后的话，交以这一点，这一点我叫一好了。好，那因为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这是90度嘛，这60度，所以这是30度了。哦，这30度。好，那30度的话，那我们先来看哈，这个哈，这个是3嘛，哦，这是1比2比根号 3， 这是3的话，这是1比根号3嘛，所以第一哈应该多少呢？第一呢，应该是等于3根号3的，哦，3根号3，那所以哈，这个 C 哈 ，C 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3根号3，啊减2，那依稀知道以后，这是1比2，啊所以呢，这个 BC 啊，是等于多少呢？这是一半，这个2/3根号3。啊，减一啊，就把这个除以2，所以 BC 就算出来了。第一小题啊，第一小题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，四边形 ABCD 的面积啊，好，那这 ABC 的面积怎么做啊？我就这个大的三角形啊，啊，扣掉这个小的三角形。这3乘以多少哈？这四边形的哈 ，A B C D 哈，就等于呢这个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这因为这直角，这3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，这个刚刚讲说，D 是3根号3嘛，啊除以2，啊扣掉多少？扣掉呢这个，啊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是。这个嘛，那这个多少？这个，这个的话哦，是这个的根号3倍，哦，减掉呢这个 BC 哈 ，BC 哈，啊再乘以多少？乘以这个 B 就是根号3倍的 BC 啊，啊再除以2，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晓得说哈，2/3可以抽出来，2/3抽出来。23得9，减掉 BC 的平方 ，BC 的平方这个，哦 ，BC 的平方，就这个平方是多少？4/93/27，啊加一啊，啊减掉 2AB， 哦就是2AB 的话就是3根号3，这样子，所以减掉呢这个是。4/多少？4/31啊！啊，再加多少？再加3根号3。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是4/多少嘞？4/5了。哦，4×9=36，所以就是8/3根号5。啊，加多少？加这个一乘的话呢，就是等于。2/多少？2/9，所以是2/9加，8/5根号3，就是5根号3还是3根号？5根号3啊，这写错了，这是根号3嘛，8/5根号3加2/9，好，那再我们看呢这个第三小题，第三小题哈，它让你比较什么呢？比较 AB 加 BC， 好 ，AB 加 BC 啊，跟什么？跟 AD 加那个 EC 的大小。好，那所以这个还要再算一遍 ，AB 等于多少 ？AB 哈，这3算是6嘛，6减多少呢？6减 B 就是根号3 BC 啊，这乘以根号3。
减掉多少呢？这个把它乘以根号三的话是二分之九减根号三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二分之三，二六十二嘛，它加多少呢？加根号三。好，那这个 BC 哈 ，BC 的话已经知道了。BC 是二分之三根号三减一嘛，啊，所以呢 ，AB 哈加上 BC 等于多少？就这两个相加了，这两个相加二分之三减一的话是二分之一嘛，啊，加多少？加这两个相加二分之五根号三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算出来以后，那这个 AB、AD 啊，哈，加 DC， 这是五了，这是五，这是五，啊，这个大概多少？这个是这是二分之二加五根号三嘛，五根号三。那这三根要超过十的话才会比较大，啊，它有没有超过十？这是根号三是 1.732。1.73乘以多少？五三十五七五，五七三五三六，所以是八，八点六五了。1.73哈，1.73，五三十五七，五七三五三六七三八，所以是8.6，所以超过十了，大概是二分之十点。六嘛，二分之十点六五的话哈，比五大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是AB 加 BC 哈 ，AB 加 BC 比较大 ，AB 加 BC 哈，它是大于多少呢？大于 AD 加 BC 的，所以啊，这个是。AD 加 BC 大于 AD 加 DC 啊，我看看有没有算错，哦，这有二分之一啊，所以这也是一啊，所以少一，所以是9.65啊，电脑过来，所以这比这小，所以电脑过来了，哦，因为答案的话是电脑过来，哦，我这里的话。刚刚把它看成一啊，看成一要通温的话，这差的是二，所以这只有9.6多而已，所以二分之9.6多的话呢，比五要少，所以这个比这个少，所以要颠倒过来，也就 AD 加 CD 哈，大于 AB 加 BC 啊，哦，这个是那个第三小题，哦，这个第三小题。